狗子是一种常见的家宠，当然这个家伙是相当聪明的哦。这不，人把几张钱放在地面，主人放手拿哪张，狗子便把脚放在哪张钱上面。哎妈，狗子这首成精的节奏啊，正因为狗子的聪明和灵性，所以主人是放心的把小宝交给狗子。这不，主人有事要离开一会儿，便让狗子照看小宝。哪知小宝如此调皮，一直拿扫把怒打狗头，狗子吓得动都不敢动，但也奈何不了小宝。哎，谁叫你是主人。忍无可忍的狗子一把接住扫把，哼，嚣张，谁不是个宝宝。而这家的小宝更是调皮，一直嚷嚷着要找妈妈，从地上连滚带爬。狗子也是相当无奈，直接把狗腿压住小宝。可是暴躁的小宝怒踢狗头，走开你这个臭狗。那画面简直不要太搞笑。哎，这吴承恩放的高智商呀，也不知是福还是祸呀。